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，唐三藏法师译经奉诏译。文如是。一时，佛在毗耶达摩城辽阔宅中，十方相随，四众围绕。尔时，无碍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合掌向佛而薄佛言：世尊，此阎浮提众生历代相生，无始以来相续不断，有事者少，无事者多，念佛者少，不念佛者多，神通者少，不神通者多，持戒者少，破戒者多，精进者少，懈怠者多，智慧者少，愚痴者多，长寿者少，短命者多，禅定者少，散乱者多，富贵者少，贫贱者多，柔软者少，刚强者多，兴盛者少，穷毒者多，正直者少，屈缠者多，轻盛者少，贪毒者多，布施者少，谦吝者多，信实者少，虚妄者多，被使世俗浅薄，观法荼毒，贼亦繁重，百姓穷苦，所求难得，良由信邪导见，或如是苦。唯愿世尊为诸邪见众生说其正见之法，令得悟解，免于众苦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无碍菩萨，汝大慈悲，为诸邪见众生问于如来正见之法，不可思议，汝等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八阳之经。此经过去诸佛已说，未来诸佛当说，现在诸佛今说。伏天地之间，为人最胜最上者，贵于一切万物，仁者真也，正也，心无虚妄，身行正真，左撇为真，右捺为正，常行正真，故名为仁。是知人能弘道以润身，一道一人皆成圣道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一切众生既得人身，不能修福，被征相位，遭种种恶业，命将狱中，必成苦海，受种种罪。若闻此经，信受不逆，即得解脱诸罪之难，出于苦海，善神加护，无诸障碍，延年益寿，而无横夭，以信力故，或如是福。何况有人竟能书写，受持读诵，如法修行，说其功德不可称，不可量，无有边际，受众之后并得成佛。佛告无碍菩萨摩诃萨：
若有众生信邪倒见，即被邪魔外道魑魅魍魉鸟鸣百怪诸恶鬼神近来恼乱，与其横病恶种恶主受其苦痛，无有休息，于善之事未读此经三遍，是诸恶鬼皆悉消灭，病疾除愈，生强力足，读经功德或如是福。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嗔恚于痴，悭贪嫉妒，若见此经信尽供养，即读三遍，愚痴等恶并皆除灭，慈悲喜舍，得佛法分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心有违法，先读此经三遍，逐墙动土，安立家宅，南堂北堂，东厢西厢，厨舍客屋，门户紧造，对位库藏，六处蓝混，日游月杀，将军太岁，黄帆豹尾，无土地神，青龙白虎，朱雀玄武，六甲尽会，十二诸神，土府伏龙，一切鬼魅皆悉隐藏，远奔他方，行销隐灭，不敢为害，盛大吉利，德德无量。善男子新功之后，堂舍永安，屋宅牢固，富贵吉昌，不求自得。若远行从军，事关心生，圣德一立，门心人贵，百子千孙，父慈子孝，男中女贞，兄公弟顺，夫妻和睦，信义笃亲，所愿成就。若有众生忽被县官拘职，盗贼千万，暂读此经三遍，即得解脱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为他人书写天地八阳经者，涉入水火，不被焚飘，或在山泽虎狼平击，不敢博士，善神畏乎，成无上道。若复有人多于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，若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永除四恶过，得四无碍变，而成佛道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父母有罪，临终之日当堕地狱，受无量苦，其子既未读诵此经七遍，父母即离地狱而生天上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已成佛道。佛告无碍菩萨，毗婆施佛时有优婆塞，优婆夷心不信邪，崇敬佛法，书写此经，受持读诵，所作所为须作即作，一无所问，依正信故，坚行布施，平等供养，得无漏身，成菩提道，号曰普光如来，应正等觉，劫明大满，国民无边。
但是人民行菩萨道，无所得法，以是今威德，或如是报。复次，无碍菩萨，此天地八阳经，行在阎浮提，在在处处，有八菩萨，诸梵天王，一切明灵，围绕此经，香花供养，如佛无异。佛告无碍菩萨摩诃萨：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诸众生讲说此经，深达实相，得甚深理，即知身心、佛身、法心，所以能知，即是智慧也。常见种种无尽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空，即是妙色生如来。二，常闻种种无尽声，声即是空，空即是声，即是妙音生如来。彼常嗅种种无尽香，香即是空，空即是香，即是香积如来。舌常了种种无尽味，味即是空，空即是味，即是法喜如来。身常觉种种无尽触，触即是空，空即是触，即是智明如来。意常思想能分别种种无尽法，法即是空，空即是法，即是法明如来。善男子，观此六根显现，人皆空口常说之。若说善语，善法常转，即成圣道；若说邪语，恶法常转，即多地狱。善男子，善恶之理，不得不信。善男子，人之生心是佛法器，亦是十二部大经卷也。无始以来，转读不尽，不损毫毛。如来藏经，为世心见性者之所能知，非诸声闻凡夫所能知。善男子，读诵此经，深解真理，即知生心是佛法器。若醉迷不醒，不了自心是佛法根本，流转诸趣，堕于恶道，永成苦海，不闻佛法名字。尔时五百天子在大众中闻佛所说，得法眼净，皆大欢喜，即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碍菩萨复薄佛言：世尊，人之在世，生死为重，生不择日，时至即生，死不择日，时至即死，何因病葬？即问良辰吉日，然使病葬，病葬之后还有妨害，贫穷者多，灭门者不少，唯愿世尊为诸邪见无智众生说其因缘，令得正道，除其颠倒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实甚能问于众生生死之事，病葬之法，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智慧之理，大道之法。福天地广大清，日月广长明，十年善美，十五有益。善男子，人王菩萨甚大慈悲，
悯念众生，皆如赤子，下为人主，作朋明父母，顺于俗人，教于俗法，造作立志，颁下天下，令之时节，唯有平满，承收开闭，建除定直，破为之文，于人一字信用，无不免其凶祸，又使邪师验证，说是道非，慢求邪神，拜恶鬼，却服招殃，自受苦，如斯人，皆反天时，逆地理，悲日月之光明，常莫暗示，为正道之广路，横寻邪径，颠倒之圣也。善男子，阐释读诵此经三遍，而及一生，甚大吉利，聪明智慧，福德具足，而不终夭。此时读诵此经三遍，亦无妨害，得福无量。善男子，日日好日，月月好月，年年好年，时无间隔，但便即须殡葬，殡葬之日读诵此经七遍，甚大吉利，祸福无量，门荣人贵，延年益寿，命中之日并得成圣道。善男子，殡葬之地莫问东西南北，安稳之处诸人爱乐，鬼神爱乐，即读此经三遍，便已修营，安置墓内，永无灾障，家富人心，盛大吉利。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迎生善善日，修宾好好时，生死读诵经，圣德大吉利，月月善明月，年年大好年，读经即殡葬，荣花万代昌。尔时众中七万七千人闻佛所说，心开意解，舍邪归正，得佛法分，永断疑惑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无碍菩萨复驳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凡夫皆以婚垢为妻，先问相宜，后取吉日，然使成亲，成亲之后，夫归偕老者少，贫穷生离死别者多，一中信邪，如何而有差别？唯愿世尊未觉众疑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，夫天阳地阴，月阴日阳，水阴火阳，女阴男阳，天地气和，一切草木生烟，日月交运，四时八节明烟，水火相成，一切万物熟焉，男女允协，子孙兴焉，皆是天之常道，自然之理，世地之法。善男子，愚人无智，信其邪师，普温妄极，而不修善，遭种种恶业，命中之后复得人生者，如指甲上土，堕于地狱，作畜生恶鬼者，如大地土。善男子，复得人生，正信修善者，如指甲上土，信邪遭恶业者，如
大地土。善男子，欲结婚亲，莫问水火相克，胎胞相验，年纪不同，唯看禄命书，即知福德多少，以为眷属。仆迎之日，即读此经三遍而已成礼，此乃善善相因，冥冥相属，门高人贵，子孙兴盛，聪明励志，多才多艺，孝敬相承，盛大吉利，而无终夭，福德具足，皆成佛道。是时有八菩萨成佛威神，德大总持，常处人间，和光同尘，破邪立正，其名曰跋陀罗菩萨漏尽河，罗林杰菩萨漏尽河，焦自都菩萨漏尽河，那罗达菩萨漏尽河，须弥生菩萨漏尽河，因环达菩萨漏尽河，河轮条菩萨漏尽河，无缘观菩萨漏尽河，是八菩萨具薄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于诸佛所受持得陀罗尼神咒，而今说之，拥护受持读诵天地八阳经者，永无恐怖，使一切不善之物不得侵损读经法师，即于佛前而说咒曰：阿屈尼，尼屈尼，阿毗罗，曼利，曼多利，娑婆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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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尊，若有不善者，欲来恼法师，闻我说此咒，头破作七分，如阿离树枝。尔时五边声菩萨即从坐起，前薄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天地八阳经？唯愿世尊为诸听众解说其意，令得觉悟，速达本心，入佛之见，永端已悔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汝等谛听，吾今为汝分别解说天地八阳之经者。天者，阳也；地者，阴也；八者，分别也。阳者，明解也，明解大圣无为之理，了能分别八世因缘，空无所得，又云八世名为经，八阳名为纬，经纬相交，已成经教，故名八阳经。八者，八世，云何名八世？眼是色世，耳是声世，鼻是香世，舌是味世，身是触世，
意识分别是，六根是六识，含藏识，阿赖耶识，是名八识，明了分别八识根源，空无所有，即知两眼是光明天，光明天中即现日月光明。世尊，两耳是声闻天，声闻天中即现无量声如来。两鼻是佛香天，佛香天中即现香积如来。口舌是法味天，法味天中即现法喜如来。身是卢舍那天，卢舍那天中即现卢舍那佛，卢舍那镜像佛，卢舍那光明佛。意是无分别天，无分别天中即现不动如来，大光明佛。心是法界天，法界天中即现空王如来。含藏世天演出阿那含经，大般涅盘经。阿赖耶识天演出大智度论经，瑜伽论经。善男子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佛，何为一相？即现大通至圣如来。佛说此经时，一切大地六种震动，光照天地，无有边际，浩浩荡荡，而无所明。一切幽冥悉皆明朗，一切地狱历皆消灭，一切罪人俱得离苦。尔时大众之中八万八千菩萨一时成佛，号曰空王如来，应正等觉，觉明离苦，无号无边。一切人民皆行菩萨六波罗蜜，无有彼此，正无争三昧，待无所得法。六万六千比丘，比丘尼，优婆塞，优婆夷，得大总持，入不二法门，无数天龙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猴罗伽、人、非人等，得法眼净，行菩萨道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若复有人得观灯位之日，即入新宅之日，即读此经三遍，盛大吉利，善神加护，延年益寿，福德具足。善男子，若读此经一遍，如读一切经一遍；若书写一卷，如书写一切经一部，其功德不可称，不可量，等虚空，无有边。如斯人等，即成就圣道。复次，无边生菩萨摩诃萨，若有众生不信正法，常生邪见，忽闻此经，即生诽谤，言非佛说，世人现世得白癞病，恶疮脓血，遍体交流，心骚臭秽，人皆增疾，命中之后即堕阿鼻无间地狱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，铁枪铁叉，遍体穿血，融铜贯口，筋骨烂坏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受搭痛苦，无有休息。邦思今故，获罪如是。佛为罪人
而说既也。身是自然身，五体自然足，长乃自然长，老乃自然老，生乃自然生，死乃自然死。求长不得长，求短不得短，苦乐如自当，邪正犹如己，欲作有为功，读经莫问师，千千万万事，得道转法轮。佛说此经已，一切大众得未曾有，心明意境，欢喜踊跃，皆见诸相非相，诸佛之见，悟佛之见，无入无悟，无知无见，不得一法，即涅槃乐故。此诸菩萨、圣众、天神、地祇，皆悉欢喜奉行。八扬赞，八扬奇经，唯心造化，八世转变体自圆，不动力周天，彻照无边，恩泽不打千，消业障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